么哭啊？是你自己说喜欢韩光君的，现在都把你带回我们公司蓝市了，你还嚎什么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什么地方？不就是云深不知处吗？云深不知处，我以前又不是没在这儿读过书。规训时壁上的家规，你没看见吗？云深不知处内，禁止喧哗。这石壁上刻着3000多条家规，我哪儿看得清啊？3000条是哪年的老黄历？现在已经加到4019条了。苦啊！我还以为被紫电抽了一鞭呢，什么怀疑都洗清了，谁知道顺口恶心了蓝忘机一句，就被带到云深不知处来了，真是奇了。难不成一憋今年蓝忘机修为高了这么多，心胸反而变得狭窄了不成？汉光君，不如我们把他的嘴堵起来吧。让他哭，哭累了拖进去。我喜欢男人的，你们家这么多美男子，我怕我把持不住啊。